那我就简单讲两句。啊，尊敬的各位长老，亲爱的弟子们，宗主讲得真好啊。这老登年年都是这一套词，我已经开始困了。我们青蓝宗连续3年获得万仙盟颁发人民满意宗门，接下来我们……我去，宗主炸了！不对，是有刺客，有人刺杀宗主，快开启护送大阵！大阵无恙，不是外敌入侵。镇妖塔完好，非妖兽逃出。宗主体内并无魔气，看来是上次那名刺客应该还在门中。给我彻查宗门，不要放过一个细节。这都是这个月第5次了，这次一定要将刺客捉拿归案。狡诈恶徒，还想蒙混过关？刺客在这里，拿下刺客就是大功一件。你们见过亡灵长老？哦，不知长老在此，抱歉打扰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亡灵长老身上的衣服和武器，还有炸药，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刺客？那你还不如说宗主是叛徒。王长老父母为宗门战死，自己也为师妹断了仙途，这能是刺客？手多心了，我真该死啊。差点就被执法堂弟子发现了。检测宿主刺杀宗主失败，未能成功削弱青蓝宗，暂无奖励。还不是你给我的破炸弹，威力还没我一个屁大。再给我练，你让我怎么练？你的主角金手指，要不然挂机变强，要不然千道成神，为什么轮到我是这种废物啊？不是说好了吗？青蓝宗越弱，你就越强。输若宗门毁灭，你独断万古。对，可是我已经搞事3年了，为什么青蓝宗还是天下第一啊？为什么会有削弱宗门、强化自己这种奇葩规则？王长老，宗主找你。怪了，肯定被老邓发现了，都怪你。关我毛事！输不起就别玩。宗主。王长老已带到。进。垃圾系统，垃圾，垃圾！反弹，反弹，超级反弹！王长老，宗门新收了一批弟子。我拒绝。收徒而已，反应不至于这么激烈吧？王长老，你是有什么难处吗？主动增强青蓝宗实力，会受到惩罚，直接抹杀哦。不，我只是元婴修为，我怕误人子弟。王长老，元婴修为已足够开宗立派，当一方老祖了。那不行，我凭丹药接假婴，不作数的。让我教人，这不是让宗门蒙羞吗？师兄，什么声音？别打岔，我意已决，其余的多说无益。还是速速去物色弟子吧。那好吧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师兄也不会困于假婴，断了之后的成仙路。你也不用自责，这都是造化弄人。我让亡灵收徒，也是想帮他走出阴影。师兄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竟主动的接自己伤疤。想必他的内心肯定很痛苦吧。我敢肯定宗主房间里绝对有女人，没想到这老登人老心不老啊。要不然你买个金枪大力丸给宗主送去，走走后门，别守着弟子啦。不收徒等于打宗主脸等于嘎，收徒等于违背系统等于嘎。不行啊，就他那个死要面子的性格，不收徒我不是打他脸吗？可是收了。
等等，我收徒不等于我好好教啊，不等是直接秒了。嗯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收徒不等于我好好教，然后给他各种奇珍异宝，等他被别人嘎了爆装备，那不是变相削弱青蓝宗力量啊？我岂不是两边任务都完成了？啊，难道你真的是天才？好耶！王林，这是师兄，这一定是悲极生喜，好心疼。哎，这位小哥，这么大张旗鼓的是在操办什么啊？哪来的臭外地人？这位爷，今天是我们镇长钱老爷纳妾的日子，肯定要大操大办啊。我一个仆人也不知道太多，就是听说新娘是从临县买来的，姓孔，还是个傻子。傻子，这似乎吉时已到啊！怎么看上人家了？啊！嘿，你与那曹贼何意？不是，不是什么？我是说，这新娘子的命格。命宫阴暗，岁运病理，流年大凶，冲克太岁。说人话。你看，树叶变成了纸钱，表面上喜气祥和，其实早已暗藏死人之兆。这大凶命格，钱家镇不住，估计要喜事丧办了。不过这种大凶命格的人，要是能收入宗门，就算青蓝宗这种仙界顶流也根本抵抗不了，衰败陨落指日可待。寻仙镇赵家来客送礼十斤，下一位。嗯，人呢？这红包里面的礼金是啊？凡夫俗子被粉红骷髅所困，真是可悲。一拜天地，抓到你了。二拜高堂，这钱老爷双亲的灵位怎么倒了？这就是祖宗显灵，保佑后辈儿女。你家祖宗摔牌子是保佑后辈啊？肃静，肃静，夫妻对拜。纸人，鬼啊！妈妈，我怕！救命啊！谁能来救救我？这大门怎么打不开呀？那个纸人就要追过来了！诸位莫慌，在贫道看来，你们还有一线生机。那纸人是刚诞生的邪祟，贫道暂时施法将其困住，只是要他离去吗？大师，别卖关子了，你快说呀！邪祟化形到此，只为寻一口血食，献出一人供他吃了，自会离去。啊！献出一人去送死？你喊我来吃席的，我看就该你去喂邪祟。爹，香火不能断啊，还是委屈委屈您。当家的不行。翠儿，孩子没了还能再要，你给我放手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把心中的丑恶都迸发出来，你们怨气越大，我炼成的万魂粉才越强。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，万变犹定，神离气静。哎，我刚才只觉得头脑一热，然后什么都记不清了。我就是个畜生，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翠儿，翠儿，你别打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你随意用法术影响凡人，已是触犯了仙凡条例。抗拒从严，悔过从宽，你跟我去自首。又是一个修炼修傻了的弱智，给我死。放出邪祟还敢露面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场中喷出烈焰，您一定就是青蓝宗的仙人吧？感谢仙人救命之恩。嗯，没错，贫道正是青蓝宗的仙人，师尊让我下山就是为了惩奸除恶。哼，是吗？什么？你怎么可能没事？劈雷撤电，走火行风。你把仙人大人怎么样了？完了，仙人大人倒下了，我们都要死在那只人手里。这不走，一只残破邪祟就将你们吓成这样。是时候去看看我的倒霉徒弟了，你们赶紧走吧。难道他才是真正的仙人？我的万魂幡只差一位阴年阴月阴日的魂魄便能达成，一个小畜生还想坏我好事。哼，我收不了凡人的魂魄，收修士的魂那更好。以为修行雷法就能横行无忌？鬼魄怕雷，但鬼王可不惧。给我受死吧！是吗？天雷变！你根本不是散修，你是元婴。嗯，搞定了。那么接下来去找徒弟去喽。三年了，终于开张了。嘿，系统奖励，我来了。咋回事？我堂堂元婴修士啊，咋可能会平地摔，连鼻血都出来了。呀，这屋内有问题，魑魅魍魉给我破。诅咒？不对，这居然是天气之子。我就不信靠近不了。嘿嘿，成了。我躺平了。遇到这点挫折就开摆了？哼，天气之子注定被三灾九难十劫缠身，对于我们这些修仙者更甚。喂，你没看到我刚靠近就开始倒霉了吗？这是涉及到气运的修仙难题，多少化神老祖都研究不明白呢。哎，懂了，修仙界的雪峰号。那你想想，如果把他带入青蓝宗，那完成任务不是简简单单？哦，可惜你实力不……不把他带回宗门，我的姓倒过来写。你往倒过来也是我了。吃了我的糖。吃了我的糖，你就是我的徒弟了。师尊。我这是重生了。太好了。上一世我是在万仙盟会上拜入青蓝宗，现在重生回了万仙盟会一年前，我这就去找到师尊，一定还来得及。这一世我一定不会再让师尊为我而死。还有，
孔雨云那个白痴，哼，上一世仗着自己得了离魂症，就整天在师尊身上到处贴贴求抱抱。师尊，真是让人羡慕，我呸，恶心，败类，无耻，下流。不过这一次我拜入师门早一年，优势在我。我才是大师姐，我可以独享师尊一年了。哈哈哈哈，好饿好饿，师尊你在哪儿啊？都说了老娘不是乞丐。哎，师尊啊，你在哪儿啊？你的银儿要饿死了。小友，收徒我也可以的。又是你个变态老登，滚！要不然你就从了我吧，我就是想收个徒弟。我太难了。哼，我都说了我有师傅了。你可知道老夫乃炼虚期修士，你入我门下，我一定将你培养。切，无聊。你是天生绝脉，无法纳气，但我可以用天材地宝灌入你体内。不用。你的那个师父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难道比老夫还强？我的师父，丧门星，丧门星。没爹妈的野孩子。真开心，回家了，直播间我们再来。小朋友，吃了我的棒棒糖，你就是我的徒弟喽。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是这个天底下最好的师父，也是照进我世界里的一束光。敢问鬼师？好徒儿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师尊，师尊，我……王长老，来，慢一点，先抬左脚，哎，对，然后再抬右脚。是我呀。小妹妹，你这样成何体统？要我收你为徒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理由？我修炼认真，勤学苦练，练得一手好药，还可以卖钱补贴家用，上得了厅堂，没有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。哇！下得了厨房，师父爱吃什么我都会做。这小嘴巴巴的，怎么跟相亲似的？我的优点怎么也有99条，他呢？你说什么？见到了这么聪明伶俐的我，师尊肯定会。你有你的优点，他也有他的亮点，我这个人比较公平。很遗憾，我已经认他为弟子，自然不能背信弃义。虽说收徒是凭个人意愿，但我还想问一下，孔雨云的资质是？回宗门的路上检测过，他只是杂灵根。杂灵根还神魂有缺，这样的弟子恐怕会成为你的拖累呀。怎么，莫非你想明白了，来拜我为师？虽然你个子不高还丑，但你愿意帮我说话，你人真的还怪好的嘞。你大可不必说这些的。所以师尊还是选我吧，像我这么听话的弟子去哪儿找呀？我恨你，
我恨你。我别忘了任务。抱歉啊，走了，徒儿。师尊。哎，喂，你有病吧？师尊，不要啊！你走了，我可怎么活啊？你这是何苦？拜我为师不好吗？我肯定把你当做关门。我决定了。什么？我要当外门弟子，然后在宗门大比中胜出，我要让他求着我当他徒弟。求求你让我当你师父吧。哎，舔狗不得好死啊。前面便是中州第一宗门青兰宗，一宗上下共有六峰。哦，天高峰弟子全员莽夫，整座峰凑不齐半个大门，一人思考全家短路。哦，嘿哈。御剑峰弟子善用君子剑，但每个人都长了800个心眼子，脏得不行。哇，嘿嘿。神机峰弟子制造神机傀儡，并高价承接手办和等身人偶的私人定制。恶心。药王峰弟子主修医学，和神机峰达成战略合作，批量生产增力药丸。流氓。还有俩难兄难弟，一个占星峰全员神棍，一个灵善峰，做的菜路过狗闻了都摇头。那师父我们呢？自然是第七峰小穷峰。第七？不是才六个吗？嗨，众所周知四大天王有五个，所以六大灵峰有七个也很合理啊。切，胡说八道。谁教你的？听天桥下于老爷子讲的，没有下次了。你作为我小穷峰的开山大师姐，肯定要做出榜样。那、哎，师父，这是？这是师祖留下的功法，也是我们青兰宗炼气弟子的入门法诀，你就照着练，反正就算练岔了也死不了人，最多打两天嗝。可是师父，我不识字呀。小师妹，你就是小穷峰新来的傻子徒弟吗？我去，居然还是个大美女，这下不只有乐子。哎，我要走了。哎，小师妹，看功法秘籍呀、啊，哎，看得懂吗？看不懂，我不识字。哎，修行最怕运功出错，来，让师兄帮你检查检查呀。萧炎师妹，要是种不完这几亩灵田，长老来了肯定要怪罪的。是啊，萧炎师妹，你才入门几天，得罪了长老没好的。就不，种田是不可能种田的，这辈子也不可能种田的。师妹三思啊。小穷峰里面个个都是人才，师尊还帅，我超喜欢里面的。我还带了师尊最喜欢的桂花糕，这次拜师一定能成功。啊，这不是笨蛋师姐吗？小师妹，我一看你就是因为胸肌过于发达，导致了经脉堵塞，一会儿师兄帮你疏导疏导。仗着自己是长老的孙子，恶心，呸！反正上一世也有过这事，我记得结局是，师尊在关键时刻出手，吊打了张二。不过现在嘛，让笨蛋师姐吃点苦头，让她和我抢师尊。可是我穿越后，师姐拜师的时间也提前了，万一这次事件也有什么变动，算了，还是看看去吧。师姐等我。你个废物资质的小娘皮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不要过来。老子的爷爷可是张长老，能被我看上是你的福分。我师父也是长老，师
想成风。一个元婴期的废物罢了，老子只用了十年就筑了基，更有望百年结丹，三百年化神，到时候还给我舔鞋刀。哎呦，呸，你个垃圾，就你也配辱骂师尊？本以为只能拿下一个，没想到又来一个。快到哥哥怀里来。留着你这种混蛋，只会把青蓝宗的米吃贵。喂，笨蛋师姐，一会你先跑去喊师尊。小师妹，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怎么可能，速度这么快。给我死。太慢了太慢了，你还没练气入体，凭什么和我筑基修士的？你死，给我死。小妹妹真努力，你是在给我热菜吗？小师妹体力真不错，看我的御剑诀。师兄，我错了，可以和解吗？这就对嘛，既然无法避免，那就要学会享受。就是可不可以让我师姐走，她是个傻子，脑子不好使。那可不行。快跑！臭女人，你敢阴我！我师尊绝对不会。哼，你真以为那个叫王灵的废物能保得住你？你不行。很好，我要当着他的面把你们两个变成炉鼎。对不起。这时候求饶晚了吧。对不起师尊，我食言了。这个鬼家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全脉奇。其实在上古时期，绝脉还有另一个名字，仙灵根，即星辰之灵，藏天地于内，灵气浩瀚，万夫莫敌。但是末法时代，绝天地通，随着灵气消散，原来的仙灵根也逐步退化，最终变成了绝脉。绝脉一旦开启，便会疯狂摄入灵气，但此间天地灵气污浊，无法满足的绝脉最终会吞噬使用者本身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绝脉修士跨大境杀人，如探囊取物，凡人斩元婴易如反掌。怪物，妖魔，邪兽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是杀你之人。这一拳是你辱我师尊，这一拳是你调戏师姐，这一拳算了不想了，我打死你。我错了，求你饶了我。饶了我。不过限制我用这招的是上一世的师尊，我也不算食言了吧。恕死而敢，爷爷救我。要被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我的孙子。臭女人，现在乖乖的跟小爷走，赔个不是。小爷我说不准饶你一命。聒噪，区区化神，上一世我不知碾死多少个了，给我死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被逼得启动玄脉，一定要散去所有修，
啊，拼命的时候我还自强站立，师尊蠢。闭嘴。血脉本就会疯狂摄入灵气，你要在灵气没撑爆自己之前用其重铸丹田与修为，这样好歹能多撑一倍的时间。费半天劲有啥子用，不过晚嘎一会。笨，那时候师父自会赶来护你周全。哼，解封绝脉又如何，凡人就是凡人，如何与化神修士匹敌？不过井底之蛙空关月，一粒浮游见青天。是吗？哎呦，还临阵突破，你是话本小说看多了，真以为自己是啊？是什么？现在又如何？哦，纵然是伪境，一步一境四步化神，你也是天纵之才。我给你个机会，拜我为师，我用秘宝保你性命。哼，你也配？老夫是御剑峰的长老，收你为徒也不算埋没了。怕了？怕就少废话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师尊只有王林一人。你说的是那个青蓝宗的笑话？费尽心思才刚刚元婴境界，我御剑峰的狗都能吊打他。竟然敢羞辱我师兄！张峰这条老狗，我看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安然，别冲动，你要是出手那还得了？你是我师叔，我敬你一声叫你宗主，但你要拦我？动啥手啊？莫非你是不相信你王灵师兄了？他的事让他自己解决。你这绝脉也快爆发了吧，本座有爱才之心，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只要你当我的弟子，然后与我孙子结为道侣，我便……呸！真是一窝子癞蛤蟆！好好好，给脸不要脸的贱人，休怪我辣手摧花了！大欺小！哼，张峰，你这把岁数，可是真活到狗身上去了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青蓝宗的笑话，拉低了众长老平均修为的王灵啊！师尊，我一会儿再骂你。那又怎样？你的晚辈对我的弟子图谋不轨，你不该给我个说法啊？师尊还是那么护短，师尊好帅啊！修仙本就是弱肉强食，你不过一个元婴修士，也敢管我要说法，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没错，强者就该羞辱弱者。哼，这个小可爱还想杀我师兄，老邓你别拦我，老娘要让他飞起来！师侄，姐，大姐，孩子不懂事，说着玩的，让王灵教训他就好了。师兄只有元婴修为，他会吃亏的。别慌，王灵可没那么弱，况且你也才刚突破化神。那个，你想好了自己的尊号了吗？尊号金乌，怎么了？尊号是一个代号，也是修士最擅长的方面。你知道当初前宗主，也就是你们师父，打算给王林取什么尊号吗？万法。什么？师兄居然有这么高阶的尊号？周围我已设下阵法，今日便是我驱除青蓝宗大害之时。哼，你是说这里发生了什么，外面的人也不知道？
没错，你啊，你知道吗？反派死于话多，竟敢偷袭，岂有此理！还不使出杀招不行了？爱别离，你的杀招是这样。这可是我御剑锋的剑法，你是从哪儿学会的？有什么难的，看一眼就会了。真疼啊。哼，偷学我阵风绝学，今日我真是不能留你了。八股剑第二式，愿正会。去。哎，王林，你使的是什么妖法？哼哼，破绽那么明显，我怎么可能看不到？不可能，你这种天才怎么可能在元婴修为卡的那么久？骗我，你在骗我，宗门在骗我。是啊，师兄在元婴卡了那么久都是因为我。这就是万法二字的由来，他能看破灵气流动的轨迹，所以对他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绝招底牌。我见己所学，故缘起性空，万法皆通。求不得，贪嗔痴，失了种，愿赠会。哦，还要垂死挣扎。我输了。放轻松，你是青蓝宗长老，我不会杀你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爷爷救我，救我呀！但是他逃不了。饶了我，我错了。啊！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快死了。你，我张家。我说了，你的命我暂且留着，等我弟子成长起来自会去取。好徒弟，终于支撑不住了，委屈你了。该死的畜生，等我请来张家的供奉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。想报复师兄是吗？先收拾你。啊，什么声音？哇，他好像要嘎了。经脉寸短，灵气枯竭，如果比作小世界，他体内的丹田堪比末法时代。所以你打算始乱终弃了？他毕竟救了我的弟子，我打算破了他的丹田，就算断了仙缘也比魂飞魄散强。听我说，你先别急，你先让我急。有屁快。 Surprise is检测到宿主击杀未来化神修士，青蓝宗底蕴减少0.0001%，我得抽奖一次。当当当当，获得奖励，周易八卦真图。虽然得了奖励很开心，但一想到那个弱智都能修炼到化神，我就比吃了屎还难受。你再废话，就能吃这闺女的席了。对，救人要紧。天之运行，四时交替，昼夜更迭，无有止息。利用他体内逸散的灵气修补本身，达成循环，此乃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老祖宗，请老祖宗出山。老祖宗，他们欺人太甚，把我打成这样，还把你最宠爱的玄孙杀了。废物，丢进我修仙世家的人，几个小辈不过尔尔，前十名张家弟子入宗行走，在入门大比上废了就好。还有那个王林和安然，这对狗男女一定不能轻饶。本座自然知晓，这青蓝宗到底还是姓我们八大世家的，王林的命我亲自去收。
入门大比提前还有三天。没办法，人家是八大修仙世家之一，我我看他们都有取死之道。哎呀，算了，大哥消消气，算了算了。居然指名让我两个徒弟参加。哎，张峰毕竟是修仙世家。果真一切都改变了吗？前世第一次宗门大比时，师姐重伤，小琼封被凌风，让他被同宗长老好一阵嘲笑。而且这些修仙世家，无论魔教入侵还是师尊的死，他们都脱不了干系。这一次就让我改变一切。谁在念叨我？师姐，我们要逆袭变强，给师尊一个惊喜。而想在三天内逆袭，必须要有非凡之奇遇。根据我多年看画本故事的经验，悬崖之下必有奇遇。师妹好高，我害怕。师姐，你现在退一步，小琼峰可就完了。其实也不必。走你。师妹，我真喝不下了。让我想想。哼哼，既然天字号计划不行，那只能启动地字号了。啊，师妹，这又是？萧家曾有一人吞噬异火，终成大帝，恐怖如斯。好烫。地字号失败，看来只能启动玄字号计划。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。师姐坚持住。吃了这个释迦果能获得新能力，但好像就不能再游泳了。师妹，我只觉得浑身软趴趴的。哎，师姐，听说摇手腕能变成高达100米的巨人，是不是也能尝试？师父，我说你师姐的魂灯火焰怎么跟蹦迪似的？原来是你在这诛杀同门。冤枉啊，我只是想让师姐变强。师妹只是用了一些很有创意的修炼方式罢了。就是。是吗？那效果如何呢？有些不太明显。修炼之道不在于一时的得失，而在于持之以恒。我才不用你来安慰。旁门左道试试无妨，只要人没事就好。可是师妹说。蠢师姐闭嘴，我才没有关心她呢。哼，没大没小。喂，你是不是偷听我和宗主谈话了？就听了一点。你们也不必太过忧心，输赢对我来说不重要。那我就重在参与了。这就对了，记住无论何时为师都会在你身边支持你鼓励。我先带你师妹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安寝调整好状态啊。正宗好凉茶，正宗好修仙，欢迎大家参与由正宗好凉茶加老郑赞助举办的青蓝宗第231届新人大比。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天刀峰弟子，他们精神饱满，气宇轩昂，身后则是云剑峰弟子，他们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。紧接着就是，哇，好多人啊！哇，真热闹。最后便是第七峰小琼峰，华而不实的小丑。两个炼气期的花瓶谁敢来宗门大比碰瓷。哼，可笑，也不知道哪个化神被我这个元婴吊锤。我瞄了个咪的，你别在这给我。张老，不必跟他动心，大比之上我定让他小琼峰好看。接下来我会让你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。什么？你再多说一句试试。不至于不至于。师妹，消消气消消气。哦，叫得很欢呀，你可敢上台与我一战？
主动发起挑战，这……哼，不愧是我张家的麒麟儿。有何？触击打炼器，不觉得以大欺小吗？很简单，我自封修为到炼器，我不能。不敢。他是有备而来，你没必要好勇斗狠。可是我。